家分享，就是我们在全台出信成全的时候，弟兄们有特别讲到说，神赐给我们三个礼物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一个是外面的圣经，里面有圣灵，然后周围环绕的是圣徒。所以我们第一系列讲到如何吃喝享受主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读经，要有神的话做我们的供应。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认识生命跟生命的经历啊，就讲到我们里面圣灵这方面。啊，感谢主，像今天这个安海啊、瑞奇带坤友，那这就是我们有弟兄姊妹活在我们的周围，这一个就成为我们的祝福。那像你过这一周那个景顺弟兄，他这个四月底才带的就那个苏渊章弟兄，但这个月他跟他们两个弟兄又带的这个林振坤弟兄。那这样就是一个很甜美的一个教会生活，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。谢主，我们真的是为着主量给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生活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边，谢主，也是祝福大家。那我们希望说弟兄姊妹可以多邀约，就是出信的弟兄姊妹可以成为我们的同伴，一同有份以上的成员。